在哪一个这个窑？欢迎新郎新娘。谢谢。灯哦，还要开的灯，哇！拜拜，哎，你不要客气啊，客气就到了，拜拜。举高一点嘞。先重听，在哪一个这个窑的，在那边。好。三十岁了哦，所以现在我们那个红炮已经准备好了哦。如果等一下新年车大便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点。然后来生家这两区学校是最威风了嘛？是啊，而且那时候考 SBM 国文，因为只接一个休息时间啊。这辆车坐七个人去闽南。怎样坐七个人？一个 driver 两个人，然后后面里面有八个人哦。怎样？哇哦，八个人。跟这位置对啊。本定超塞车，我惊吓，哎，都有我啦。臭毛毛的。Well,